看看它文字的拔模感啊，还是跟你们比对吧，你们找一个差不多的啊，同科的那种感觉。所以你们要好好区分夹刀跟铸刀状态，包括工艺啊，包括工艺自己去考虑的。这东西有没有木我也不太了解，反正这个确实跟别的不太一样啊。看字根啊，字根是不是像山峰一样的感觉？铜板的肯定直径大啊，我有铜板的，这俩不是一个板啊，这俩不是一个板的啊，当然也差不多，都是方头中的那系列的。好，咱们看看背面啊，看见没有？夹刀的东西，夹刀的东西啊，它不会有这种沙点，铸刀的沙点了，它会走完刀以后，它会铲得很平的。自己去体会啊，好好体会。不光是字口深的问题啊，不光是字口深的，星朝永历的字口都很深，但是那个深跟深还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看这字口间那个沙粒儿，翻沙那个沙粒儿感，很细的沙粒儿感。穿我给你们看看，自己看。看看面上的工艺啊，看看面上的工艺。星朝永历面上应该啥工艺？